欢迎你和我们共度好消息时间，看好戏，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人生。我想很多做妈妈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年轻的时候，特别如果是职业妇女的话，每一天忙得要命，还要买菜煮饭给小孩吃，好不容易弄完了还要洗碗，哇，累死了，抱怨的极了，每天忙得要命，还要弄饭弄菜，哇，生气，如果小孩还挑，哇，更生气。可是如果到了某一个年龄层，那孩子都长大了，出去了，也许也自己从工作上退休下来，很多妈妈大概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上菜场去为孩子们挑，老大喜欢吃鱼，老二喜欢吃虾，然后买一堆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在家里面做了一整天，弄了一整桌，然后等孩子们回来吃饭。如果这个时候呢，突然老大打电话来说有事，这个要加班，那个要开会，然后最后都没有人回来，面对的一桌你做好的菜，那个大概是很多妈妈们最不快乐的时候吧。马姐今天就碰到这种情况咯。就买遐好食的物件，买啦，买贵啦，这种算出俗的啦。150啦，买180好啊，180啦，遐好赚啦。150啦。哦，你是有够傲气的，好啦好啦，买你啦买你啦，买遐俗啊。哎呀，你也不知道，这晚上要烧一顿给我小孩吃的嘛。你家司机哈，你好，唔知歹赚你都唔知啊。放我好了，哦，多谢啦。好啦，谢谢你啦，多谢你啦。忙了大半天，烧了这么一桌子菜，这个人要加班，那个临时有事，没人领情。好，一个人喝。干杯。
哎，今天找大洋做了几个菜，我知道你喜欢吃，特别给你拿来。谢谢。哎，好。哎，老师，你先进来了。啊，我你。不是啦，你先进来，我跟你讲了，有事。你先进来，你过来看嘛。你看，你的菜明天吃。你看。哎，你这一个人，你做那么多菜干什么？你先做嘛。坐啊。你知道，我这个月的情绪都不好。今天我突然想起来，我需要振作一下。于是我就烧了一桌子菜，希望说全家人坐在一块吃个晚饭喽。可是女儿要加班，儿子跟媳妇呢临时有事，就剩下我一个人吃饭了。你来的正好。你要不要陪我吃？啊？喝一点酒。好。来，我敬你。今天是你离婚满月，你结婚有几十年了吧？30年。我跟你讲我开始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很穷啊，没有房子住，住在朋友家里。后来我生了凯凯以后呢，我们就住了一房一厅。后来我找到工作以后啊，日子就好过一点。可是开始他就在外面乱搞喽，后来就越来越过分，他就找个女人同居，后来更过分了。你知不知道这次他跟我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外面那个女人大肚子了，哈哈哈！我白白浪费了30年的青春。来。哎，今天喝够。哎，你说的，我们是20几年老邻居哦，对不对？再喝点，好一点，好一点，来。我告诉你，我是想开了。其实现在离婚也蛮好的，我就可以早点得到自由，可以自由的飞翔，自由自在的。这小孩要走了也没关系啊，对不对？这样想就对了。前半生，我看你辛苦够了，也回不来了。后半生要怎么样活得好才重要？一辈子一个人嘛，可是我活得很自在呀。白天辛苦开店，晚上回家养老母子。有时候一高兴啊，自己给自己放个假，车一开就上山，爬山去，到海边去钓钓鱼也好啊。你看我这个生活。过得多好啊！对，就要过你的日子。对，你要是想爬山，对不对？不是，到海边去钓鱼。钓鱼。我以后就要过你这种日子。不是啊。上山啊，钓鱼。开心来。谢谢你啊，儿子，今天过两天我做点家乡菜让你尝尝。好啊，我就好好磨磨牙等吃你的了。
妈，这是我们王总经理，这是我妈，这是孙贝贝。是你妈？因为上班太晚了，所以我送她回来。那没事了，我先回去了，再见。哦，好，拜拜。哎，好了，垃圾交给我，我帮你垫上，我走了啊。你礼拜天加班是加这种班呐、啊？我是说了，一向懒懒散散的大小姐，这会儿加班加那么勤快，每个礼拜天都要忙到三更半夜的啊！我问你啊，你跟那个什么王总经理交往多久？你没看见他多大年纪啊？有个年纪大，又可以像老婆一样疼我男朋友，有什么不好的？我看你疯了！好好好，我们不讲他年纪有多大。人家是有家有室有小孩的人呢、啊，哎，你这样做就破坏人家家庭，人家老婆可以告你的。他们感情本来就有问题啊，早就分居了，小孩子都在国外，而且啊，他说都可以签字离婚的。哦，他这么说你就相信了？我告诉你，男人在外面通通是讲这么一堆话来，专门骗你们这种小女生。哎，你看你老爸爸，在外面搞这个小女生啊。最后把人家肚子弄大了，没办法了，逼着我签字。如果我不签字，他们能结婚吗？那不一样吗？那人家王有什么不一样啊？怎么，你那个什么王总经理，怎么你看他这个外表光鲜 credible bands 啊？我告诉你，这种男人更坏，说不定啊，三个月换了女人。哎，就像你老爸一样啊，就是老爸，老爸，老爸，开口闭口就是老爸，你根本就是有偏见嘛。亲个老爸背叛你，你就把别人当成是那样的男人，这样子根本就不公平的嘛。妈，我已经长大，我不是小孩子了，而且我有权利看我自己男朋友，你管不着。哎，小心。对了，今天那个孙贝贝怎么会到我们家啊？两个人还喝了酒气冲天的。啊、哦。我怎么样啊？我只是今天心情很好，我想呢，他煮一桌子菜，全家一起吃个饭。没有想到你们有的人要加班，有的人有朋友。哎，我这剩这一桌子菜，我怎么办呢？我幸亏孙伯伯来，给我送了小菜给我吃。那我看着孙伯伯，我当时留他下来陪我吃了，要不然这一桌子菜你让我一个孤老太婆怎么办？好嘛好嘛，就算是请人家吃饭好了，可是也不用喝这么多酒啊，孤男寡女的，你不常常说吗？说喝酒会乱性的，结果你自己人还喝这么多。我告诉你吧。今天我跟你爸爸离婚，正好离婚。本来我是想转换一下心情，不要让自己每天在那种坏的情绪里面过日子，没想到更糟。所以我看到你顺不来啊，我就想跟他一起喝个酒，解解闷呐、啊。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反正我该说的我说了，我该管的也管了。你也长这么大了，我相信你有能力处理你自己的事情。我希望你有一天不要哭哭啼啼来找我。我今天真的很累了，我想睡了。妈是太爱你才会这么说你，
其实，难怪你妈会这么关心你。以你的年纪来看，我们不相配，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追求你。傻瓜，爱情的伟大呢，就在于它不分年龄、不分贵贱的，怎么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真正忘年之爱呢？我真的值得你这样子吗？当然。王总，你真的对我好好。当然，你是我的小公主，我当然要对你好一点了。你快吃吃看。不用，你吃你吃。来啊，来多久了？你又没看你刚才那边在太极表演，来了一组人呢，给安排好久，我看了很久。中，你没看？小心事，小事。为女儿的事情烦心，晚上睡不好，运动也没劲。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的身体还是要紧。要是为儿女操心，把自己身体弄坏，才划不来呢。我知道啊，可是就是放心不下。哎，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很黏着爸爸的，现在她的爸爸变成别人的爸爸了，我是有点怕她错把经理当成爸爸了。这样吧，那我就错把你女儿当我女儿，我来亲家。那就拜托你了。就是人活在世上，有一件事情很悲哀，就是你看着前面的人在那里跌跤，然后你走过去的时候跟着摔一跤。我相信对在戏里面马若男马志琴马姐所演的这个角色，她就有这样的感觉。我明明看着我的丈夫就是这样跌倒的，怎么搞到现在我的女儿跟着也是走同样的问题呢？在这样的问题，孩子，你不是看着你爸爸你妈妈跟外面的女人三个人把这个家搞得一团糟，你现在为什么走同样的路呢？还是说人活在世界上最悲哀的就是明明知道，有好多的事情是我们明明知道，可是你知道不一定表示你有能力解决。你知道那边有一个石头，好多人走到那里都摔下来，但是当你走到那里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我怎么样可以不摔。也许你知道，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明明知道。对于这个女儿，在她的生命当中，妈妈跟她讲说，哎，你不是看得很明显吗？这样的男人我看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只是妈妈说这样的男人我看多了，这样的事情我看多了，其实孩子也看多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怎么会是新闻呢？每天不都说有一堆这样的电视剧、这样的电影、这样的新闻、这样的小说、这样的文章，每一天都有一堆啊。但是知道啊，孩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是一个很危险的一句话。那句话说，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其实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过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一样。很多人走这条路都摔跤，但是我们不一样。非常多在感情的漩涡里面的人都会被这句话给蒙蔽了眼睛，说是啊，我们是，别人都是这样，可是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圣经里面保罗曾经为他身上的一个软弱向主求，说，主，你把那个软弱拿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个软弱留在你的身上，提醒你，你只是一个软弱的人。
恐怕我们需要来承认，我们一点不比别人更好。也许当你看这出戏的时候，你看到嘉欣她的表现，你会觉得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傻，这么笨。看到这里，你大概已经可以预测将来的发展了。这样的戏太老套了，一定就是这样。是啊，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了非常非常多很老套的戏，可是我们一直重演。我们让这样的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的重演，虽然它极老套，可是我们不就是一直被这些很老套的 trick 被他们欺骗吗？其实这戏里面还有一段是让我感受很深刻的，那一段是当马志琴做了一整桌的菜，等着他的孩子回来，女儿出门了去约会，说是加班，后来发现去约会，儿子打电话回来说临时有事，然后这个妈妈那一天是她离婚满一个月，那一个月她多煎熬，可惜孩子们很难体会她的心，孩子们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面对那一桌菜，里面有一个镜头我觉得导演拍得很好，就是她拿起那个酒杯说干杯，没有人跟自己。生命里面其实有一些事情是让人很难过的，特别是孤单。也许我们以为有一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人事物，我们会把我们生命中间的很多重心摆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有一天这些人突然从我们生命里面离开的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怎么过日子。有非常多非常好的妻子母亲，他们把重心放在先生放在孩子的身上，有一天先生突然离开了，也许像若男这样是一个外力的离开，也可能比如说生病离开世界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离开，另外一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我生活所有的重心都在他的身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突然从我的人生里面离开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的重心都在他的身上。有的母亲把重心摆在孩子的身上，以至于儿子结婚了，她心里很不平衡，造成很多婆媳的问题，因为我不平衡，我的重心在她的身上。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学一件事，把我们人生的重心从这些我们所在乎的其他的人身上转到神身上。为什么要转到神的身上？因为其实你周围没有一个人他保证永远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把你的人生的重心摆在你的女朋友男朋友丈夫妻子儿女儿孙事业任何一个地方，你会经验有一天这些东西突然从你的人生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我接下去要干什么呢？有一些男士一辈子拼事业，有一天好不容易把事业放下来退休了，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可是留在家里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一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永恒不变的。非常多的基督徒年轻的时候忙事业忙儿女忙家庭忙丈夫忙妻子忙许多的事情，把上帝摆在远远的，有一天这些从你的生命中间淡出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因此我鼓励你，其实就是现在，不是等你，很多基督徒说等我老了等我有空了我会好好读圣经我会好好聚会我会好好亲近神。如果你不从现在开始建立每一天建立你跟神生命的关系，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些你所在乎抓在手上的从你的人生淡出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继续往前走。每一天抓住这一位永恒不变的神，让他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你所亲近的，他永远不淡出。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都会变，但是我更感谢的是我认识耶稣基督，我认识天父上帝，你在我的人生当中你是永恒不变的。主啊，谢谢你，你是永恒不变的。我为我可以每一天和你建立生命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我向你来感谢。我也求你提醒许多的基督徒，不是等我们老了等我有空了等我退休了等我忙完了我才来更深的认识神，
到那一天我们的人生是空的。求你帮助每一个基督徒，天天就是现在，建立跟你生命的关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真的，耶稣是最好的朋友，他永远不会在你的人生淡出。但是你是不是他的好朋友呢？你是不是太冷落了这一位最好的朋友呢？每一天和他建立生命的关系，上帝祝福保守你。